200多个孩子，他们在给你唱歌，向你鞠躬，没完没了的鞠躬，你怎么能受得了？受不了。你看他们眼神看你的时候，那个真诚，就你很难不感动。在看到他们的脸，他们的眼神，然后他们很害羞的这个动作，那我就觉得很感动。他们还是很单纯的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都还没有这些颜色上去。我没有哭，但是我很感动。他们眼神里真的透露出很诚恳的感谢，很懂礼貌。像这样的孩子都怀着这个感恩的心去谢谢所有关爱他们、帮助他们的人，这是一种很正向的力量。很谢谢学校的校长、老师把他们教育得这么好。